那只是个从滨州逃难来的流民，黄飞虎倒是没有发现和任何陌生人有过接触，最多就是和那个西岐来的博弈考喝喝茶。这帮老臣不见我死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继续盯紧他们，这些年至今萧元剑还没有下落，我也是寝食难安呢。娘娘，虽说没有找到那把剑，但您放心，会用那把剑的人早已被斩尽杀绝。希望初一露台祭祖之日不要有任何的差错。宫外局势复杂，不好控制。我们的族人，你要延续我祝融血脉，有朝一日你就是匡复江山之人。快走，一起走，快走，一起走，走。
娘娘受惊了。一群飞驾驾驾，如何？行动失败了，苏妲己那边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，想要再行动怕是没那么简单了。皇叔比干已携补天镜进宫，誓死要找出这妖姬的真身。若妲己真的是妖，被揭穿了真身，怕是不会留皇叔活口了。所以我要尽早告诉皇叔，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苏妲己的监视之下，万不能有一点闪失，一旦我们暴露将会全军覆没。皇叔有难，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救出江上。你说的是姜子牙？对，江上。此人忠心义胆，一心国家社稷，天文地理、安邦治国、军事谋略无所不晓，就是因为拒绝了纣王的命令营造露台的监管，从而得罪了苏妲己，将其打入死牢。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还跑！别跑！这是去哪儿的？娘，儿子朝歌呀熬了个好差事，带你去享福。去朝歌？娘，这把剑也太麻烦了，要不扔了吧？这把剑可不能扔，要不然我来拿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拿我拿。
就能进城，这要再有个千金，就真成大老爷了。云儿，娘不要什么大富大贵，娘只求你以后千万不能做冒险的事儿啊。娘，我知道了。这朝歌遍地都是黄金，咱要不老点回去，也对不起咱走的这几十里路啊。娘，今晚咱就住这儿啊。小二，给我来间上好的客房。娘，你先下来。娘，您今晚呢，先在这里歇息一晚。我先出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啊！好好照顾好我娘，还有这马，别给我饿瘦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丫头回来吧，还不快去。您放心，我再去市场找找。各位爷，看看这位怎么样？白白净净的。
你这叫白白净净的，面黄肌瘦的，唬谁呢？老板，你这儿怎么没有女巫啊？今年啊，确实是男丁多，不过个个都是年轻力壮，价钱也公道。至于这女的，确实是。哎，你谁啊？哪个奴隶主的？我自卖自身，没见过呀。这妞还行，挺丰满的。滚蛋！甭急，咱们呢，先替老爷验验身。去你大爷的，老子！老娘没空伺候你。哎，我今天就要选你了。是，滚你大爷的！大爷，大爷，你就买了奴家吧。奴家卖身，葬夫，葬公婆，葬小叔，葬小姑。你怎么要葬那么多人啊？汉灾，就剩下奴家一个人了。你就可怜可怜奴家吧。虽然你长得不怎么好看，但好歹也是个女的，就你了。嗯，走吧。呸！敢吃老娘豆腐，切！子木回来了，村子里待着，男扮女装跑到这儿来干嘛？啊，我当然是来找你的了。这么多年，你都跑到哪里去了？老实说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来找那个黄大虎将军呢。你是说黄飞虎吧？哎，对，黄飞虎。你又在动什么歪脑筋呢？这个地方容得你胡闹，赶紧走！干嘛呀？你放开我！你放！这么多人啊！咱们应该从这边着陆，然后从这里进入。此时在这，你放开我！你世子，将军，我。放开！呸！姑娘是什么人呢？如此大胆闯入我皇府。姑娘？谁是姑娘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我怎么进来的也不重要。你们谁是黄飞虎才最重要。放肆！
哪里来的活女子？再说，敲了你的嘴。我就是黄飞虎。那个人说了，见到你就能拿1000两金子。全部退下。诺诺诺。你怎么不走啊？你谁啊？哦，在下西岐西伯侯之子。什么侯？哎呀，管你什么侯什么主啊。把脸转过去。原来还是位小兄弟。什么兄弟不兄弟啊，赶紧拿金子来。此手机确实是皇叔笔干的，这是事已这人，便是笔干皇叔要找的天选之人。若此人真是皇叔笔干选定之人，那江上也应该会为他现身了吧。笔干临死前确实遇到过一对母子，不过那只是个从滨州逃难来的流民，黄飞虎倒是没有发现和任何陌生人有过接触，最多就是和那个西岐来的博弈考喝喝茶。这帮老臣不见我死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继续盯紧他们，这些年至今萧元剑还没有下落，我也是寝食难安呢。娘娘虽说没有找到那把剑，但您放心，会用那把剑的人早已被斩尽杀绝。希望初一露台祭祖之日不要有任何的差错。宫外局势复杂，不好控制，娘娘可否不去？这次祭祖是我身份的象征，不能不去。什么？你们是想赖账是吧？骗我去坐牢，挖个坑就能响爷跳，老子不干。我们会赖你这点鸡叶子？你我当然信了，就他们俩看着挺贵的，谁知道什么人嘛。好了，人各有志，我们不要再为难这位小兄弟了，你可以去领金子了。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事先说好了，我不是帮你们俩，我是这儿有熟人。好好，就谁在哪儿快。我们把你送进油里，将羊皮纸上的牛头跪在你的背上，此人就在犯人之中，找到他。
又说的什么封神卷啊，仙人之姿的人呢？老子这回真让他们给害惨了。快干活！脾气还不小啊！老子今天心情好，就打你，怎么着？
承蒙世子将军冒死搭救，在此有礼。去。那妖妃防卫森严，很难再靠近。之后那妖妃使诈，查出此事是由比干皇叔所谋划，竟对皇叔下了杀手。好疼，好疼！哎呀，大夫，大夫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。臣比干参见大王。皇叔啊，王后母仪天下，乃举国臣民之母啊，今突生心机，得要这个七窍玲珑心来医治。玲珑之心是何物啊？这就是皇叔的那颗心呀、啊！好你个阴寿啊，你是沉迷酒色假糊涂，还是忘却了成堂大业真糊涂啊？为何大王听信妖人谗言，要赐你的皇叔掏心之刑？你竟敢立口无争！昏君，我是你的亲皇叔，你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其他的臣民百姓。比干非亡国之臣，你却是亡国之君，你不就是要我的心吗？拿刀来！皇叔为避免伤及无辜，自刎心脏。原来那个人是皇叔比干啊！他临死找到你，来帮他完成遗愿。遗愿？什么遗愿啊？什么？要我去杀苏妲己？我才不跟你们一起死呢！这人也救了，信也送了，哎，我是想拿着金子赶快离开，旁的事一概不管，我才不上当。三哥已经不傻了，带走。
走两只子母怎么办？子母那傻丫头兴许丢了小命，还当那小白脸是大恩人呢。云燕呐，云燕，你不是一直要做英雄吗？可这是要脑袋的英雄，这英雄不当也罢。要想除掉苏妲己，需要满足三个条件。哪三个条件？第一，需得到能除妖降魔的上古萧元宝剑。第二，要有祝融后裔的血和苏妲己的血同为隐信，来启动萧元宝剑的复仇之力。第三，要在初一丑时，于阴气最盛之时，于五行平衡之地将宝剑发射出去。萧元剑不是祝融族的斩妖圣物吗？祝融族后人司徒己将军全府上下在十年前被苏妲己屠杀殆尽，如今哪里去找这萧元剑？但苏妲己和神功宝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祝融族并没有被杀尽。哦，什么？祝融族还有后人活着？而且宝剑在何处我已知晓，如今要做的是取来苏妲己的血作为引信。唉，天下忠臣志士都要杀这妖妃，他防备甚严，要取他的血谈何容易啊。这个倒是可以帮上忙。三桑木符，此木质与三桑木一般无二，实为凤凰木所制。凤凰木又叫血木，分阴阳两面，滴在阴面的血会被木质所吸收留存，永不干涸。您是想用这个取苏妲己的血？苏妲己是不会轻易让外人取得自己的血，所以我们要另外准备一块带血的木符。调包？宫里的巫贤官是西岐人，可以帮得上我们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一旦失手将前功尽弃，性命难保。世子定不辱使命。世子切莫感情用事。要帮你们也可以，事成之后你得消了子墨的奴籍，让我带他离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世子，还有一个条件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们要照顾好我娘。何人在此独情？
西伯侯之子伯邑考参见娘娘。伯邑考，你所弹之曲飘飘洒洒，时而柔美，时而激昂，指法娴熟，连贯流畅，好琴技。娘娘过奖，臣不敢当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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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妃啊，让我找的好辛苦啊。世子参见大王。哟，魏考，你怎么有闲情在此抚琴啊？回大王，山谷抚琴清澈悠扬，可是万没有想到大王和娘娘来此玩赏，打扰了大王和娘娘的雅兴，请大王跟娘娘恕罪。早听说伯邑考琴技天下第一，整日只会抚琴。今日一见，哎，我倒想起一事来。爱妃啊。啊，大王，你不是想请个新乐师吗？不让他竞争授琴，爱妃意下如何？啊，世子琴艺高超，有他能传授一二，想必臣妾定受益良多，日后也好为大王谱出妙音良曲啊。那就留下。好。伯邑考，择日进宫授琴。臣遵旨。好，回宫。有点样子，打个哈欠还不行？是人就会犯困，犯困就会打哈欠。这是宫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，一旦你被人发现，连累的就是世子。你说什么呀？我连累他？是我们早晚被他给连累死啊。我们来这都几天了，在等什么呀？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大事，都和我没关系。既然老天让我们在此相遇，我只想带你走。你不要乱说话，我们做的事情你无法明白，完成之后你赶紧离开赵哥。不行，我是为你留下来的，要走我们一起走。能活着离开再说吧。Thank you.
世子前。世子参见娘娘。世子既是来受情的，总不能一直站在那儿吧？瑶琴之乐，我甚是喜欢，只是不懂其中深奥之理。世子，可否为我一一讲来啊？你都不曾记得了。啊，对了，自从那次意外坠马之后，好多事情我都不是记得很清楚了。世子，可否再将那日猎场所弹之曲与我演奏一遍？当年你父带你云游，路过西岐，这首曲子正是我当年为你弹奏的第一首曲子。都说西伯侯世子为人耿直不近女色，可是如今他明明知道与我是君臣之分，却故意提起前尘往事，是何用意？哎，这苏妲己娘娘还真是国色天香，姿色诱人呐。护国要民，心如蛇蝎。嗯，你说什么？你谨慎点，记住我的话就行。我以为你已经忘记了。我怎会忘记，刻骨铭心。只是如今已是物是人非。我只求能保云烟一命，我朱荣族只剩他一人，求您留他延续我朱荣血脉。
次行动，万不可有丝毫闪失。萧元深受西伯侯恩情，此次定不容。哎，这调包的幕府里可是我的血，你别搞错了，不然大家都得丢了小命。一口在这里拜托了。国师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不要沉迷于博弈考的儿女情长，忘了你进宫是来干什么。国师日理万机，还真操心了，我自然是不会忘记的。这博弈考与黄飞虎等人来往甚密，不能不防。博弈考被软禁多年，还能怎么样？你以为他还是从前的那个西伯侯世子啊？我倒是要看一看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还有一事，那姜子牙被一对不明身份的人劫狱了。姜子牙进朝歌了？在朝歌上空还没有发现姜子牙的行踪。你不是说过姜子牙法力高强更胜于你？万一他发现我是……娘娘不必担忧，有结界笼罩保护着皇宫，那姜子牙法术再高强，一走进结界便会被我发现。找到他和他的党羽，除掉他，以防后患。启禀娘娘，西伯侯世子到了。参见娘娘。世子今天来晚了，那咱们赶紧去受擒吧。不，这位小哥哥不曾见过，好面生啊。回娘娘，这是家里人在朝歌的亲戚，如今差事难找，投奔于在下，今日也正是因此耽搁来晚了，请娘娘恕罪。原来如此啊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回娘娘，他是哑巴。但是哑巴也总得有个名字吧。他叫图安。世子为人宽厚，兄弟善良，你们以后要好生伺候着。一考，你可知道每日与你抚琴是我最快乐的时刻？
可是如今你已贵为王妃，我也只能失信于金氏了。艺考，你何必这么忧思呢？你看，你我近在咫尺，我的心也从未离开过你啊。今生今世，你我已是无缘无分了。不过来生来世，你可愿与我世世相守？这是，此乃三桑神符。相传，两个相爱的人，只要将纸屑滴在其上，便能生生世世相随相爱。大姐，你可愿与我来世相守？原来是想拿我的血啊，要我的血做什么？艺考，你看，今生我们还有许多个朝朝暮暮，来世又何必着急呢？拜王驾到！大王，可有想我呀？那是自然的啦。世子参见大王。伯邑考。我爱妃最近琴艺可有长进啊？回大王，娘娘聪慧过人，琴艺早已是非同凡响。哈哈，哎，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哦，回大王，此乃三桑神符，是在下特意命人从西岐寻来的。今日刚刚送到，正准备亲自献给大王和娘娘呢。这东西有何用处啊？相传，两个相爱的人，只要将纸屑滴在其上，便能生生世世相随相爱。此话当真？此话当真，大王。传吴县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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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臣叩见大王娘娘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看看这是什么。这是早已绝迹的三桑木所制的灵符。三桑木是做什么用的？三桑木乃西岐神木，又名相思木，可做同心符，许三生石。这就是我和爱妃的缘分呐、啊！本王命你即刻与我和爱妃做这个同心符啊，保我们生生世世恩爱相伴。诺。请大王的止血滴在灵符的阳面。娘娘的止血请滴在灵符的阴面。
辰时三刻，将大王和娘娘的血融合，制成同心符，献给大王和娘娘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是跟着安慰来的，木符被他夺了，收
仙官来不及换，他死了。他死了。会那么容易就让他拿到我的血，依我看入太极寺还是不去为好。不能不去，不去如何唐僧纣王，岂不是让所有人都怀疑？娘娘不能不防啊。我知道了，今天博弈考身边来了一个生灵，那小子的眼神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。为了讨药费换洗，命人把水流从宫外引进到宫内建造而成，就在药费的寝宫后面。我们游出去。好。这就大功告成了，还差一滴祝融血脉。什么？这个时候上哪儿去给你找什么祝融血脉啊？那你滴几滴血也勉强能用。为什么又是我？看你最近在宫中伙食不错，着实肥了不少，滴几滴血不成问题。老头，你就坑我吧，
个苏妲己，结什么同心事？放心，这是复仇事。老头，我跟你说好了，我是拼了命也流了汗，现在又放了两次血，咱们的买卖到此为止。哼，云燕，云燕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什么？我可以走了？嗯。那子木呢？子木，也跟你一起走。世子。子墨，若无世子搭救，子墨早就受辱而死。子墨此生命都是世子的。子墨，快醒来！子墨，跟着他出去。好好的过日子。世子，让子墨陪着你，求你了。估计我这十天半个月是回不去了，我回去看看我娘。十年前我错过了，这一次我一定带你走。撤！撤！萧元剑，怕是难以带进露台。整个露台范围都被申公豹设了结界，萧元剑
根本无法靠近苏妲己。申公豹应是在那露台之上安置了可以测定阳气的结界，一旦有所异动便会立即被他察觉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世子想清楚了，此次孤身前去凶险万分，若是落在他们手里，万无生还之理，西岐也会受到连累。申公豹所设置的结界，此乃萧元剑发射装置，行动就在极阴之时。拉管内的血将在圆满之时滴入萧元剑。世子的车，车，
这么快？是啊，这还多亏了黄将军替我们先行操作。明日生死成败在此一举了。走吧。今晚过后你有何打算？我能让我娘过上好日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你是个好人。当好人总没有好下场，还不如让人当做坏人，还能保护自己。可你天生就是一个好人，又如何做得了坏人？江少，已按您的吩咐将剑都安置好了，只是那剑一直在抖动，抖动之声犹如痛哭，不知为何。萧元剑，事主方回北齐，难道是那作为隐信的邪有物？那凤凰木符所带出来的并不是苏妲己的血。不是苏妲己的血？难道是吴贤观他？他当时说换。难道那个木符他已经换过了？也就是说，被暗卫抢走的那块木符才是假的那块。我们却用了取了苏妲己血的那块木符，换回了这块假的。哎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换了大师，我把它找回来。哎，你先别冲动，那木符肯定还在苏妲己的密室内，先想周全。对了，萧元剑的主人到底是谁？你就是那萧元剑的主人。我？云氏是祝融后人，你是云氏最后的血脉。十年前苏妲己为了要消灭萧元剑带给自己的危害，将你的族群全部斩杀。为了保护你，是你母亲用祝融族秘术封住你的祝融血脉和有史记忆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十年来我们隐姓埋名，就等今日。如今妖姬当道，祸国殃民，如为娘再把你藏着，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和皇叔比干。云儿，娘现在就为你恢复祝融血脉和你那段消失的记忆，那也许会是一段痛苦的记忆。这把剑是咱们家世代相传的圣物。这不就是把破木剑吗？破木剑？你可别小看它，这把剑能斩妖除魔，护佑天下苍生。哦，
萧元剑可以引导灵魂通向天堂，也可以将万恶带入地狱。只有祝融血脉的人才可以控制他。云儿，要铭记这把剑不负你。现在为娘就将你父亲的盔甲和祝融族的使命都交给你。你就那么想杀我？如今眼前的已经不是我曾经深爱过的那个苏妲己。可惜了。
子。世子，世子。雨林，我付出了，来世再见。就此。世子，世子，苏大金，啊！见复仇条件：三月初一丑时，七星耀日会于一点，以仇人之血做引信。最重要的，萧元剑主人之血盟誓。Thank you.
险了，月儿。这，娶西岐喽！